然后，今天心情好点了呗？boss 像那么压力那么大，我看你视频上也瘦了。瘦了几斤。刚这几天呀、啊。那几天就是感觉呀，去他上班都不是别的可别的要紧，现在知道我是。哎呀，别思想那么压力那么大，这也没办法，不知道，要知道是咱还不去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日方其实也没有说石家庄那个时候也没有水，也没有，要知道有水是，就是咱也不去。对呀、啊，你所以思想压力别。要不下去也不去，俺姑说，老张回不来了，说你让我去吧，这个我也不能说不去，对不对？就是啊，这是去那是去帮忙嘞，这也没办法，是要知道是都不去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你就别难受，该吃饭得吃饭。这正好这在家里隔离了，隔离了，然后这么着一年到头成天忙，这在家里也歇歇，想开点儿，然后做点好吃的，跟孩子也在一块儿，反正就是多吃点饭，别想不开。原来呢，这么起早贪黑也顾不上歇，这回可叫你在家歇歇吧。别给我打电话，这你可在家歇歇吧，是吧？对那呀，最后让找着，对呀，你好吧，出来吃点饭，就是啊，我说啊。在家里吧，该收拾，觉得歇累了没意思了，收拾收拾家。我是就是，反正这有10几天了，10几天了吧，这几天也想起来没事。对呀、啊，刚想孩开子始了，这阵不叫磨叽的，有点焦虑，有点那啥的叫磨叽的。这没办法，你说谁也不知道是吧？知道咱这对，反正是，都那儿都不去了，尽量，对，尽量也不出门，尽量就是在家里就是隔离吧。反正再帮帮别忙，就是不给国家添麻烦呗。对了，太对了，就是有啥情况就上报，对，有啥事了赶快打电话上报，然后听上边安排呗。反正是上班也没天给我打电话，也问，就是啊，挺好，多好啊！现在你看咱国家这样管控才能有效果，对不对？咱们国家多给力呀、啊！我看那个小郭庄那边那个几个村都全部移民，多大呀？那志愿者得多累呀、啊，是不是？所以就是好好在家待着，然后每天测测体温，给人上报。然后多喝水，叫孩子们多喝水。那买菜方便呗，买菜吃嘞喝嘞。把水给送送，那就行，就是想吃啥吃啥啊。反正是我这反正隔离了的，本来还欠钱的，也不能出去，就是家里还有点白菜，正好，能不找麻烦了，不找麻烦就是弄吧，我弄挺简单的，一会儿呢，就要给你转红包，你给孩子买点水果，买点啥啊？这也不能给你邮寄。我说我一会儿给你转个红包，就要给你转红包，你给孩子买点啥？不，不，你给买点，我又怕你舍不得吃，舍不得喝哟。你说我舍不得身体了，你不用给我转，你给俺姐夫3块钱，你都也注意点，你也少出去吧，反正是出去了解放口罩，尽量就是，反正明天还好点，北京还好点，反正也得注意，对，注意，我们出去都戴口罩，能戴一次性手套就戴着，反正是多注意点吧。能不出去就不出去，你要是实在没办法，就得出去，有啥事儿都得出去。所以你每3块钱，你也注意好，注意身体，你也得做好这个防护。也你也多喝水啊。知道。不用接济我，他今天给我打电话，明天打电话，不用接济我我不是了。我讲莫你瘦嘞，看视频上估计就是瘦嘞，这，瘦了几斤，就这也不干活嘞，反而瘦嘞，你说你的思想压力多大吧？